一定会出血跟一定会卖的很多，因为我平常都爱戳他的胸部。丹丹啊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手，你可以借我戳一下吗？他的奶超乖的。哦哟，超乖的。哦，好想当拉拉队。哎，我拜托，什么话？我们少爷奶队在这边，我们巨兽在这边。爆电爆你来，琴，当然就是我啦，是琴曲啊，渣男，问题是琴曲，对啊，根本不用下跪。你举这个手，我们看起来是完全巨形巨像，他的感觉，他的形象马上浮现在。对，哎，我超级是渣男。没有，因为我也是巨蟹座，那我超级会原谅。巨蟹座经常是人不浅，而且我还超级有动的啦，而且我还对，而且我还说。就是给他机会事不过三，就是各种机会都事不过三。我给他三次机会，不是一次打人事不过三哦，你知道吗？他要给他打三次，他才会觉得不行。动手三次，我说好了，三次，不然第四次有动手，动手还可以三次。之前的前男友有啦，但我最后还是原谅他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被虐症哎，不要，你真的有被虐症，对。一定会出血跟一定会卖的很多，因为我平常都爱戳他的胸部。丹丹啊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手，你可以借我戳一下吗？他奶超乖的。哦哟，超乖的。好想当拉拉队，非常会戳。什么话？我们少爷奶队在这边，我们巨兽在这边。人呢？我们这边来来来来来，我是一路，我是一路，我来当桌，当桌，来来来来，不要了不要了，你过了过了，不要了不要了，我过了，一路，哎呀，在摇滚区耶，不好了，他就要到法院了，不好了不好了，谁？小峰，小峰，没有，其他那时候问到这个问题，我也觉得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温迪已经出过写真集，他胸部又大，然后腿又长，陈少仪就不用讲了，巨兽有没有？巨兽。然后我就胸部很小，你知道我今天来的 New Bra 几十分钟，哎，我用蹦迪，我用蹦迪，没有蹦，有啊，有勾啊，有勾啊，有勾啊，有啊，我很努力，我很努力了。而且我要说，我们衣服啊，我们分两款衣服，一款是大奶衣，然后就我们这种大奶衣，然后这种是小奶衣，小奶衣，我们两款。说好不互相伤害的，你的是绑带的，一种是绑带，看胸部的那种大胸，然后大胸是这种，就是一边对。而且我曾经还，因为我们其实拉拉队就是球场结束，我们都会去看我们 YouTube 直播的那个聊天室，我们其实都会看，然后有时候就很喜欢骂我们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会走心，然后还有人骂什么？对，他说哦，我们整团都平乳，整团都胸部很小什么的，我觉得无聊的人哦，我觉得对不起对不起，那天是不是他没有上班？应该是我害的，没有你有屁股，你有屁股，对，他有一个称号叫做蜜桃瘦，他其实屁股超翘的，你看，哎，我上次去乐天屁股上新闻，我第一篇新闻是我的屁股，屁股上新闻，不是我的人，屁股上新闻，屁股上新闻而已，就屁股，对，他屁股很翘 ，OK 啦，各有擅长，对呀，为什么一定要胸部大？再给你们最后一题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还这个厉害哦，好，我跟你讲，来来来，谁素颜差最大？走在路上会问说你是谁？好，票选之前。只要被抓出来素颜的，我们就卸妆。来，哇，玩得很大，卸妆一，卸妆不是你的妆掉了而已，是直接掉粉，好不好？卸眼妆，眼妆啊，眼睛是女生最重要。眼妆，眼妆，卸眼妆，双眼皮贴撕掉。啦啦队谁卸妆差最多？丹丹，来，请卸。好，直接去了。Latin girl， 谁卸妆差最多？来，直接拿出来卸哦！嗯，云爆电爆你，谁卸妆差最大？承认，自己承认。各位卸眼妆就可以，眼妆眼妆，好不好？给你们三十秒卸妆，自己没有卸清楚，我们就亲自动手了。计时开始。等一下 ，Rico 不是这么毁的 ，Rico 是别人，不是我。还有贴假睫毛，还有贴假睫毛，要叫哎，把睫毛撕掉了，帮他把那个睫。
睫毛，把他的睫毛，把我的真正的睫毛也快要撕掉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对，来拔掉。学姐，学姐，帮他卸，学姐帮他卸，一根都不可以给我留。哎，他们休息是跟蔡奇亚一样，真的。Combo des， 哎，录完应该觉得耳朵很痛是正确的吗 ？Combo des， 正确，正确，是正确。我云溪，你是涂多厚啊？其实云溪没什么差，但是他很容易把自己画得很厚。哦，对，他会不小心把那个腮红画得跟那个猴子的屁屁一样，下手太重了。对，所以他就会变得妆很浓。你腮红可能要卸下。哎，怀德笑很大声，不然他其实没什么差的。二一，时间到。好，丹丹，丹丹，单眼皮，看着中央摄影机，来，一二三，左右两眼。哎，不会啊，还好啊，还好啊，还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他，银眼，银眼，哎，银眼，哦，银眼要拔掉，瞳孔放大片，要拿掉吗？拿，马上装回去，装回去，是不是？哦，哎呦哎，哇，哎，大小差这么多。喂，为什么会啊？带回去啊！哎，这个效果怎么那么强大？对，银眼对女生来说很重要。对，真的，因为她眼睛太大一颗了。嗯，没有，是你眼睛太大。她小时候的照片眼基本上你都只看到她眼眶超大。对，她眼睛超大，所以她一定要戴隐形眼镜。但就是瞳孔很小。哦 ，OK OK， 好，再来云溪，一二三，哎，你没有卸啊？对啊，你卸完了，因为我。睫毛，而且我本来就是我自己的眼球，没有戴隐形眼镜。哎呦，哎呦，现在可以卸整脸啦！哇，前面卸太厚，你把腮红弄掉，你不要走了，你就知道他的妆有多浓。对，妆看起来超厚的，因为他真的其实很好看，但是因为他不小心画太浓。哎，那个我一抹就好，一抹就好，我抹一下，我一抹一下。